那金融有没有在讲资本减这个事情？基本上不等于这个是海军所上在处理，我们国防部也是行政团队一员，对大家行政工作推动，国家政策推动，这我们也应该的啊，整个定调我们配合带。不打扰我。国军会介入这件事？我想了，不会，我们想的，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为了避免战争啊，不会主动介入啊，也不介入的话会升高冲突啊，我们不乐见。啊，大家是这样很平和的把这个问题把它处理好。我想身为军人呢、啊，我们避战是避免战争，那应战而不避战，但这个避是避免，避免战争方法很多，对，不要升高冲突啊，这些我们做的。部长会担心擦枪走火？国防部一定很担忧很多事情，不担忧的话，那你们就要担忧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